慢是慢一点。我们这边这个魔导是加10的，这不太行。已经很不错了，能过两奶。而且他懂死啊，他懂死。来，今天晚上要试双奶的，我靠！明天可以试了。对。小小明，他是换状态的，我也换状态。我们俩都换状态，两个奶换，那个魔导不换。你看铁亚多那个声音部，你看这时间可以给交流给他们吗？我才不交呢，有经验啊。拉倒吧你，我这个经验。你看嘛，你去看看，我要多经验。要多经验。在干嘛？随便上上，经验就上。还不好了，我们谁上来了？他妈65诺。不打了吗你？我还想练练呢，可是没有人陪你练。那能？哎，走，我都不用女生了。起来，王刚，我挂了。看距离呢？哎，兔子，晚点老衲睡了，我们看能不能试试双奶茶。行，可以啊。我们刚试了，那个时间压得蛮紧的。对，蛮紧的，但是打死了。有点紧就是了，但是因为 DPS 可能那个魔导的 DPS 可能稍微差了一点点，但是也还好，其实就是死的有点多。那如果换他的水晶我也不知道好不好，就是如果换成给力的两个眼光加两个奶加一个踢，打得很稳，这倒是，这个血没有喷太厉害，就是。小强他老被那个东西晕住，你知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破？没有，我是可以闪得过，只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场一直被晕倒，十八都中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是不是狂输出来这一期？你这期都没打。是没被他晕住，我是被他那个鞋子给定住啊。就是定住，不知道是晕还定，就不能动了，就是。啊，就是晕了，那不能动。那鞋子，那也定上，那是，那定上了。对，那冲锋也冲不出去，超烦的。啊，那你摊刀了。是能解的。你解掉了。应该是摊刀吧？我一直急着在打，一直急着在打，好吧。安静，安静啊！我们在打鬼王了啊。啊。你们加油。我们打他们别的鬼王队。聚上了，要抓距离吗？
他不打了。不是老 OG 啊 ，OG 好啊，全 OG 啊，我靠，不 OG 我还不爽了，明哥。同感。对啊，你 OG 这才是 DPS 的那个实力，你知道吗？你不 OG， 你他妈副驾很脆的，好不好？不是，你觉得 OT 完以后我不会啊，一口气打下去，他没完的。法皇啊，你大爷的！法皇穿枪嘛，攻我操！我操他妈就是坑，哎，攻啊日。